他挥击打过一张，愤怒打过一张，爪击打掉一张。如果他还有法伤，就是我输，就这样。这样子比较好啦。如果我觉得对姐就没有未来，对姐这个多长一攻，这个变四，然后你姐不要。干嘛？启动，看不是进化，没有没有，哪来进化？哦，月光灵力传送。哇！为了大酋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两边手牌摊开打了，你抽一张，我抽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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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抽一张，我抽。我现在有一只铁法，我现在有一只大法是赢你的三三，我大你两点，天哪，大我二十几点啊，打屁，马上被大二十几点，怎么办啊 ？OK， 哎，我有一个好物证，别找你。出个斩杀，现在我两张牌，你只有一张牌。不要招惹长牙，不是这个路。什么斩杀？斩杀还可以打，没有斩杀估计收手了。斩这个啊！哦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这一定这可以找到位了。God， 未来个屁呀、啊！哇，这个可以把那个一解掉，要不然他可以连加一把那个咬掉。我现在这两只至少还是可以解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就换他先下这张，然后再换我下一张。对，我们就还是拼下一张而已、啊。OK， 打一抽一啊，这样我还是少他一张，还要先被推五点，十二滴血，哭了。嗯。我的未来就是猪猪。好，那张不能下，那张应该是法术，而且是条件型法术。我剩四滴血，挥击我，他赢，就这样。不过他刚挥可以直接挥那个三三，挥三三变脸，所以应该不是挥吧？愤怒点完挥不错啊，大战出哎、欸。野心之力哦，野心之力也是有可能。发现野兽、哦，你看条件型手下是不是？这游戏怎么这么难玩？哦哟，小鼎王。为了黑石塔。我现在又赢他一张牌了，哇，这个好复杂哦！这里打到一个十张，一个八张，到底要打到什么程度？剑无虚，我干，超级顶王！这个难呢、欸，这一手难呢、欸，又打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快逃吧！有人要炸弹吗？完工了，刚犯一个错哎，我没有先按天地。我刚居然没有先按天地，差点把自个儿炸死了。哎呦，
哇！我的盾为阿比斯而举。你这两滴血，哎呦！哇！哎呦！谁走得出去不一定哦，我跟你说。你干嘛？亚莎拉巨鹰击哦！哇靠！居然还要打！斩在哪里啊？八张抽一张，斩杀应该抽到吧？哎呦，哇靠！这解决问题啊！天啊！其实不如两张都抽一抽，没有抽一张。加入我的死亡，我死亡后加入。冲进突破口。看你台面八攻，差一点伤害。我奥金砍掉了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不，哇塞，地狱级顶王，而且他还不能这两张都不能抽，妈个两个烂货。哎，爽哥！冲进突破口！哇！打完你，八滴血，一张牌。真理是我的盾。OK， 不行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，黑八差一张。妈的，我要崩溃了！我可以死三，我要死三，我要死谁、欸？这里死一只虫。哇，天啊！哎、欸，铿铿锵锵。我看我不会皮要死掉吧？赢了，赢了。哇，好想上厕所啊！六胜就想上厕所。哇啊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哇，我要去上厕所，我才不管，不要跟我谈运气这种东西。膀胱还是很重要，人健康没有办法替代的，好吗？